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阿喜。这个是今天我们全部要发出去的生姜啊，生姜也快接近尾声了，爸妈也辛苦了，种了这么多生姜。然后我们打算明年多种一点啊，因为今年很多人说要，可能是不够分啊。像那个黑米啊，哈，贡米、红米，我们今年都种少了，我们明年打算多种一点啊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啊，这边可能一天的量就是上百来件啊，要谢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。我们会把这个农产品坚持做好，安全、绿色、放心啊，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啊。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拿上去镇上送货了，送去镇上。我们这边比较偏远，镇上拿去，然后要送去县城，所以说会比较慢一点哦，希望大家理解。你看这个车的话已经装好了，这个打包了，从昨天开始打到今天上午，花了一天多时间打包，都花了很久。我们的食材都是包装的比较好嘛，因为到大家手上的话那个比较完整。谢谢大家的认可哈，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们这边的收获。是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送去镇上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